这妹子光临娱乐百分百，贴心为你做客服专线。没有错，我就是今天的客服专线。喂，欢迎收看2015年1月27日星期二的娱乐百分百。Hello， 我是威廉。大家好，我是凯乐。好，今天的曾佩慈来为大家做客服专员的服务，所以你们记得要锁定在电话旁边哦。OK， 欢迎特别来宾曾佩慈。新的专辑，对，凯乐的，谢谢，谢谢。我是曾佩慈，嗯，今天要来宣传《我是曾佩慈》，但是没有那么容易，我们要经过一些关卡、一些游戏。又来了，没错啊。你还有在玩那个投篮机吗 ？Of course， 我是高手。Oh my god， 我只是很久没有投，但我真的蛮厉害的。瑞迪，我觉得我早上好像之前平均大概不知道200多分吗？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200多分很高哎，可是那个是可以一直延续的状态，哦，就是过三关的那一种，是不是？好，但到底厉不厉害呢？等一下广告回来记得锁定哦。好的，休息一下。挑战投篮机，如果你一胜一输的话，你就要跳舞宣传、唱歌宣传啊。如果你两个人都输我们的话，你就要跳舞宣传。可哥他刚刚说他是高手了，对啊，所以我有点紧张。好，你先来好不好？好，我比较弱。来，一下我就来。怎么？按开始哈。按开始哦。几分钟啊？我也不知道哎。我们就比60秒的嘛，一分钟。OK， 我要按了。Ready go， 小心。开始。开始了吗？啊、有！不要那么准啦！加油，杰凯乐！好紧张啊！好紧张！如果杰凯乐，如果你赢他的话，你就可以去访问球星。谁？访问谁？访问谁？乒乓球的庄智远。哎，怎么这么近呢？有！加油加油！那我等下干扰你有用吗？还好。没有！太准了吧！好，30秒，最后30秒会有3分吗？好，还是2分，30分。我觉得应该轻松哎，应该准备值应该轻松哦，41哦，准吗？加油，就这里要把握，这要3分，加油加油，要紧张，快有50，累了，哦，55，累了就休息一下，58，50，61。哦，好蠢！64 ，OK， 停。64分，64分，刚刚成吗？你平均一秒进一颗多哎，就是分数啦，平均一秒一分。然后换你，对，换你来。等一下，超强玩的。我没有超强啊，我打篮球还不错，这个我不太行。我好酸啊！对对对，哎，这个是谁的家当带走好不好？我的戒指。好，开始，开始60秒。他很准，哎，他很强啊！强，哎，这麦子很快，今年几岁？啊，好，最近有交男朋友吗？没有啊。专辑名称是什么？我是曾佩慈。你最喜欢哪首歌？跟那个黑框眼镜哦。最不喜欢哪首歌？没有，都很好听。天哪，我不准的。哎，有没有不喜欢的艺人？没有，都喜欢是不是？不喜欢，最讨厌威廉。好。你们觉得杰凯乐喜欢装可爱吗？他不会，他本来就很可爱。你看，你看。那好，他可以一心二用，真的太厉害，我们影响不了他哎。41分，哎，他好像45了。还有几秒？要紧张，他累了。17、16秒，你还有15秒。哎，所以我等一下就直接跟他比了，是不是？高哦，退步了，下来就退步。啊，62，紧张了，紧张，没有进，65啊，太强了吧！71分，好厉害哦！好，休息一下，让你去按摩一下，好不好？威廉，退步了。你平常几分啊？差不多跟也是70，落差不大，要看你怎么准。不要太认真啦！主持人输了，处罚是什么？对，没有什么比较好。主持人没有数，主持人输了有惩罚吗？你已经输了，你想要惩罚是不是？我不要，来，主持人等一下
轻松宣传，大家唱歌啊！加油，你自己按机啊！来，耶！有啊，有用没？危险！啊呼！廖阿姨，女朋友叫什么名字？我没有女朋友。喜欢什么样的女生？我的意思投不进。好像不用干扰，好像不用干扰，好像。身高多少？体重？身高175。68公斤，身高175，骗人吧？没有啦，你就继续保持这样就好了。怎么投不进？你怎么又给我烂了？我都不不不，哎，你会讲法文吗？要不要讲几句来听听？蹦啾，蹦啾，蹦啾，蛮好的。这用日文说我很帅。我倒是哇 ，handsome baby。还笑？我太烂了啦！真的太烂了。四个，请问，好弱，59分，好弱，所以不能前进团队，大家好，我叫曾佩慈，我已经发行了我的新专辑，叫《我是曾佩慈》。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呢，是我新专辑的第三波主打，叫做《黑框眼镜》。1月31号，这个礼拜六。哦。这个礼拜六呢？会有一个专辑的签名会哦，签名而已，很久没有发专辑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从来没有发过第一张，所以会有签名会到中南部，从1点在台南，2点半在嘉义，3点半在斗六，5点在园林，6点半在台中，7点半在丰原，请大家31号来跟我见面，好吗？好啊，要去现场支持哦。哦，还有，2月7号跟2月8号，我会举办我首场当了歌手之后的第一场演唱会。啊，反面是不是？我以为他。在旁边的不要讲，不能讲，不是要来宣传这个的吗？好，好。但2月7号的因为已经 sold out， 所以请大家赶快去购买2月8号。二月八号在哪里呢？在 Legacy。哦，在 Legacy。详情请上我的那个官方粉丝团，咱们公开 PTS， 感谢。好的，接下来是 Special 签唱会的新闻。我篮球技好烂，你好弱，真的好弱。啊，曾佩慈预告。不要吓他了，等一下有我的客服。专线哦，快点到电话前面等待我的来电。不是要 party 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又。Hello， 我是今天的客服专员曾佩慈，请问有什么问题要问我的吗？我们有100%的问题想要问。OK。曾佩慈的客服专线，以前都是我看电视，没拍到吧？好糗啊！客服小助手，你在干嘛？对不起，我打到了。哎，以前都是我在吃饭的时候看人家打电话进来，然后回音还太大，电视要关小声。是，专业，没错。好，那到底是哪一位幸运儿？来，抽出。好，日谁这么幸运 ？Lucky， 很多人想要问你，来这个好。拜托要接电话哦，陈凯乐打电话哦。我会，拜托给我一点面子。好的。我不能再念出电话了。啊好。你忍耐。啊。你就。哎，我有电话，可以讲出姓氏吗？恐慌症。可以。就我一定要。严无许。许慧如小姐吧。许慧如。哎，来来电打你选的好哎。很好，很好，好听这首歌。真的。你好，喂，是佩慈吗？我不是哎、欸，喂，是张慧如吗？是我，啊 ，sorry， 打错了，是我，我是佩慈，你是慧如吗？是，你是慧如啊 ？Hello， 你好，我们是百分百。Hello， 我知道，我是凯乐，你是不是有问题想要问佩慈？我想要问佩慈，就是我是一个很中性的女生，对，然后之后剪短头发。就是常会被人家误认为是男生哦，怎么会？你
你的胸纹如何？没有，对不起，我震惊点。然后呢？啊、有梗啊！那怎么那么幽默？那怎么办？你的困扰是不想要被认成男生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我觉得，我可以方便问你现在几岁吗？好。嗯，45岁了。啊？21。我觉得年轻啊，那你的个性，你觉得你很女吗？因为我觉得其实你的很女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其实虽然很女性是不是，因为我外表也很中性，可是我觉得我有一颗小女孩，对小女孩的心。所以其实我头发再剪得再怎么短，再怎么被说中性或什么，可是我还是活得很自在耶。所以你只要就算是剪光头，人家也会说是尼姑，不会说是和尚的意思。对，好。还是你喜欢穿裙子吗？不喜欢、哦，那就不能用。那你穿着是不是很嘻哈？就是很中性，很中性，就是很运动风啊。那我觉得你不能怪别人呢。没有你如果想要人家不觉得你是男生的话，其实你可以慢慢的从，其实不一定衣服一定要很合啦，你可以穿像这种啊，对，有一点花纹，可是它是它也是没有很紧啊。对。那我问你一下，你唱歌的时候都点谁的歌 ？Miss Cole 吗？唱歌，当然点曾沛慈的歌、啊，唱歌都是点女生的歌啊。啊，女生的歌。不然我跟你讲，因为她穿得很嘻哈，又 Miss Cole 的话，那就没有嘻哈、啊。我知道了，你去谈恋爱。哦，对，谈恋爱会变女。这是正解。女性化，真的，你就会把那个荷尔蒙全部都挤出来。女性荷尔蒙。我有男朋友啦。你有男朋友哦？我有。那没有问题啦。你担心什么？加油加油，好不好？不然就是海绵宝宝里面那只松鼠珊迪，它分不出来它是男是女生，它在家都穿比基尼。但人家就知道帅帅看，帅帅看，好的，谢谢你哦。OK， 好的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慧如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，好的，也谢谢今天的客服专员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下一段有我威廉的精彩预告，谢谢佩慈，拜拜，拜拜。等一下要播的 MV 是曾沛慈的《黑框眼睛》，非常可爱，拜拜，拜拜，再见。